来德，谢谢你这么快赶来。不客气，毛毛。嗯，梯子升起。嗨，雅丽，你可以下来了。我不能下去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有点害怕。你放心，有很多人跟你一样都有点怕梯子。我不是怕梯子，我是害怕看牙医。啊？雅丽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，对吧，阿奇？ 没错，好了，毛毛，来了，哦，接得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嗨，雅丽，准备好去看牙医了吗？阿奇会民警笛，送你去牙医那里，真的，酷，我跟阿奇去，可是不要看牙医，你有一点害怕，我是非常害怕，没关系。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，你跟汪汪队就没有？我们当然有啦。对了，雅丽，如果我能让汪汪队做他们感到害怕的事，你就肯去看牙医吗？嗯，那我想看狗狗们害怕些什么事。我呼叫狗狗们，你准备好去看牙医吧。 咕咕鸡一定很害怕，很多动物都会躲在黑暗的洞里。哦，天哪，在我的脚边！灯光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白兔！哦，我就知道是兔子，我有照顾兔子的徽章。我们快去看看咕咕鸡。阿奇，现在给小丽灯光，清除松掉的石头。没问题。 干净了，谢了，小丽。咕咕鸡，你放心，我们会救你出来。咕咕鸡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小宝贝。哦，我需要娇小的狗跟脚盘下去洞里。让我来吧。打开脚盘。 蝙蝠一定是这里了，我就知道你行，天天。现在只要把蝙蝠放进宠物箱就好了。哦哦，嘘，不要吵醒蝙蝠，走开，去停在别的地方。走啦！一切都还好吗？我不知道。蝙蝠要醒来了，等等，宝宝睡，好乖，宝贝儿。 好像有用哎，做得好，阿奇。好了，快过来，毛毛。慢点，慢点，行了，做得好，毛毛。我们没办法再前进，蝙蝠洞就在那上面。天天。 你能把宠物箱吊上山洞吗？我们爬上去跟你会合。太棒了，莱德！走吧，阿奇。
到家咯，小朋友。快啊，小蝙蝠，你不是住在这里吗？要是能把磁铁发射到机器狗附近的话，它就会吸在金属身体上了。天天就能勾住磁铁，把机器狗带下来了，应该快来了。来得正好，预备，灰灰，好了，现在发射。太准了，灰灰，很好，天天，换你喽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掉下钩子。差一点。我现在要试第二次。勾住了。等等，莱德，机器狗要回家了。抱歉，兄弟，现在关掉机器狗，准备。啊，机器狗真的很棒，看来我得重新做一个了。等等，莱德，我找到了旧的天线，这应该可以用。好主意，灰灰。我也要谢谢狗狗们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就不能修好它或是抓住它。你知道的，莱德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真是一群乖狗狗。好啦，谁想跟机器狗玩呢？哒哒哒哒哒哒！哎，农夫尤美，需要超狗帮你的忙吗？我忘了关门，鸡就全跑出来了。你可以帮我吗？你放心，你看，超狗小丽来喽，它飞过农场，出发去化解危机。哇！哇不，嘿嘿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谢谢你，小丽，你真的是只超狗呢。还要超狗小丽帮什么忙吗？我这里没事了，五位市长可能需要帮忙哦。对，看超狗小丽出发去救援喽！超狗小丽是来化解危机的。嗨，五位市长。小丽，你来得正好，火车司机打电话来说有石头滚下来了。你说落石？火车被困在高山隧道里，你能去找莱德跟汪汪队过来处理吗？别担心，古威市长，让小丽来化解危机。谢谢你，小丽。我去找莱德跟狗狗们。等等，我不用打断莱德的足球赛。超狗小丽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化解危机。游泳池还是没有水。必须想办法让小朋友们消消暑。我马上来。这是你要的冰棒，路马。谢谢波特先生。你要快一点哦，天这么热，很快就会融化了。喜欢，耶耶！我们有冰棒可以吃了。哦，全都融化了啦！我快变成热狗了。可惜这里没有芥末跟番茄酱。
水塔真的歪了耶！要是不快点想办法，它可能会倒下来。好的，汪汪队，你们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。阿奇，我需要你的缆绳钩跟绞盘发动机。缆绳钩跟绞盘，马上来！毛毛，你爬上去把钩子勾在水塔的角落。绞盘缆绳钩住了。小丽，你把土填进水泥块下面，这样水塔的一角就会平了。来挖吧！灰灰，用你的堆高机抬高水泥块，这样小丽才能把土填进去。就这么办。里面还是没有水。怎么办？换我了，马上回来。这一定就是老鹰的巢，它带我们回家，我们可以爬下去。才怪！灰灰，我们马上来。好的，我就待在这里很高很高，很高的老鹰巢里。没有想到老鹰也这么喜欢彩蛋来。雅丽拿给古威市长的那颗大彩蛋是老鹰的蛋，老鹰只不过是想救回它的宝宝。雅丽拿的蛋是老鹰的蛋。哇哦，难怪他会把我们带来。再等一下哦，我们就快到了。里面的你好。他跟我说话。嘿，你在孵蛋啊？哇哦，咕咕鸡，你好厉害哦。没事的，小老鹰，你妈妈就快要回来喽。这里没有办法绕过去，小丽，该你喽。铲子。这颗石头好硬，不过没有我硬。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小老鹰送回他的巢才对。啊，爪子！小心，小心！哦！哦哦！钩子勾住了。好了，小丽，现在试着把树底下的土挖出来，这样猫头鹰也许可以爬出它的洞。不过要小心哦。小丽往前冲，铲子。等等，我们会救你的。小丽，小心，树要滑下去了。我的车也是。我得找个东西把它顶住。啊哈！没事了，但是我们必须快点救出猫头鹰才行。我有办法了，等等。小狐狸，这没什么啦。我想那并不是普通的猫头鹰，它应该是小狐狸的妈妈。哦，你说的对，莱德。阿奇，你救了小狐狸跟他妈妈。你好，狐狸妈妈。各位先生、女士、男孩、女孩、大狗跟小狗们，
马戏团的扎营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的，狗狗们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怎么样，莱德？太棒了，快打起来吧！祝我的运来了。我的动作好了，阿奇，你的绞盘弓，绞盘弓马上就来。好的，阿奇，拉起帐篷，我要拉了。太棒了，现在只差旗子了。我们早就想到了，甜甜。行了，高空秋千架好了。我最爱跷跷板表演了。我也是。你们应该工作才对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有一个掉下去，另一个就会被抬飞在空中。等等，路马。来多，谢谢。对啊，谢谢。转来转去，转得我头都晕了。原来火车朝小曼开过去了，放心吧，莱德，我会拦住他的。欢迎机，猴子请注意，请把货车开离轨道。我说请吧。糟了，立刻切换成自动驾驶。哇哦，莱德，你时间抓得刚刚好，谢啦，阿奇。等等，小曼，回来！好了吗？小曼过来拿香蕉的时候，就用网子抓住它。嗨，小曼，快来吃好吃的香蕉哦！准备好，阿奇，动手，网子。糟了，这招没用。抱歉，莱德，不，收起网子。我的沙滩车，我去追他。莱德，谢谢你这么快赶来。不客气，妈妈。棒，梯子升起。嗨，雅丽，你可以下来了。我不能下去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有点害怕。你放心，有很多人跟你一样都有点怕梯子。我不是怕梯子，我是害怕看牙医。啊？雅丽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，对吧，阿奇？没错。好了，毛毛来了。接得好。嗨，雅丽，准备好去看牙医了吗？阿奇会鸣警笛送你去牙医那里。真的？酷。
我跟阿喜去，可是不要看牙医。你有一点害怕？我是非常害怕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。你跟汪汪队就没有？我们当然有啦。对了，雅丽，如果我能让汪汪队做他们感到害怕的事，你就肯去看牙医吗？那我想看狗狗们害怕些什么事。我呼叫狗狗们，你准备好去看牙医吧。莱德，你终于来了！可怜的咕咕鸡一定很害怕，很多动物都会躲在黑暗的洞里。哦，天哪，在我的脚边！灯光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白兔！哦，我就知道是兔子，我有照顾兔子的徽章。我们快去看看咕咕鸡。阿奇，现在给小丽灯光，清除松掉的石头。没问题。清干净了。谢了，小丽。咕咕鸡，你放心，我们会救你出来。咕咕鸡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小宝贝。哦。我需要娇小的狗跟脚盘下去洞里。让我来吧。打开脚盘。我是来救你的，我可以抱你哦。算了，就站在我头上吧。好了，拉上去吧。知道了。我不知道鸡脚的感觉这么痒哎。你能拉住我吗，灰灰？没问题。就快到了。估计没事了，他没事了。我看到洞了，夜视镜启动。蝙蝠一定是这里了。我就知道你行，甜甜。现在只要把蝙蝠放进宠物箱就好了。哦哦。嘘，不要吵醒蝙蝠。走开，就停在别的地方。走啦！一切都还好吗？我不知道。蝙蝠要醒来了，等等，宝宝睡，好乖，宝贝儿。好像有用哎，做得好，阿奇。好了，快过来，毛毛。慢点，慢点，行了。做得好，毛毛。我们没办法再前进，蝙蝠洞就在那上面。天天，你能把宠物箱吊上山洞吗？我们爬上去跟你会合。知道了，莱德。走吧，阿奇。甜甜，接到了。你到家喽，小朋友。快啊，小蝙蝠，你不是住在这里吗？要是能把磁铁发射到机器狗附近的话，它就会吸在金属身体上了。天天就能勾住磁铁，把机器狗带下来了。应该快来了，来得正好。预备，灰灰。好了，现在发射。太准了，灰灰。很好，天天，换你喽。知道了，莱德。
歉，兄弟，现在关掉机器狗，准备。啊，机器狗真的很棒，看来我得重新做一个了。等等，莱德，我找到了旧的天线，这应该可以用。好主意，灰灰。我也要谢谢狗狗们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就不能修好它或是抓住它。你知道的，莱德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真是一群乖狗狗。好啦，谁想跟机器狗玩呢？哒哒哒哒哒哒。嗨，农夫尤美，需要超狗帮你的忙吗？我忘了关门，鸡就全跑出来了。你可以帮我吗？你放心，你看，超狗小丽来喽，它飞过农场，出发去化解危机。哇！哇不，嘿嘿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谢谢你，小丽，你真的是只超狗呢。不，还要超狗小丽帮什么忙吗？我这里没事了，五位市长可能需要帮忙哦。对，看超狗小丽出发去救援喽！超狗小丽是来化解危机的。嗨，五位市长。哦，小丽，你来得正好。火车司机打电话来说有石头滚下来了。你说落石？火车被困在高山隧道里，你能去找莱德跟汪汪队过来处理吗？别担心，古威市长，让小丽来化解危机。谢谢你，小丽。我去找莱德跟狗狗们。等等，我不用打断莱德的足球赛。超狗小丽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化解危机。游泳池还是没有水。必须想办法让小朋友们消消暑。我马上来。这是你要的冰棒，路马。谢谢波特先生。你要快一点哦，天这么热，很快就会融化了。喜欢，耶耶！我们有冰棒可以吃了。哦，全都融化了啦！我快变成热狗了。可惜这里没有芥末跟番茄酱。哇，水塔真的歪了耶！要是不快点想办法，它可能会倒下来。好的，汪汪队。你们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，阿奇，我需要你的缆绳钩跟绞盘发动机，缆绳钩跟绞盘马上来。毛毛，你爬上去把钩子勾在水塔的角落。绞盘缆绳。小丽，你把土填进水泥块下面，这样水塔的一角就会平了。来挖吧！灰灰，用你的堆高机抬高水泥块，这样小丽才能把土填进去。就这么办。里面还是没有水。怎么办？换我了，马上回来。这一定就是老鹰的巢，它带我们回家。我们可以爬下去，
才怪！灰灰，我们马上来。好的，我就待在这里很高很高，很高的老鹰巢里。没有想到，老鹰也这么喜欢彩蛋来。雅丽拿给古威市长的那颗大彩蛋是老鹰的蛋，老鹰只不过是想救回他的宝宝。雅丽拿的蛋是老鹰的蛋，哇哦！难怪他会把我们带来。再等一下哦，我们就快到了。里面的你好。他跟我说话。嘿，你在孵蛋啊？哇哦，公公鸡，你好厉害哦！没事的，小老鹰，你妈妈就快要回来喽。这里没有办法绕过去，小丽，该你喽。铲子，这颗石头好硬，不过没有我硬。做得好啊，小丽！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小老鹰送回他的巢才对。啊，爪子。小心，小心！哦，哦哦！钩子钩住了。好了，小丽，现在试着把树底下的土挖出来，这样猫头鹰也许可以爬出它的洞，不过要小心哦。小丽往前冲，铲子，等等，我们会救你的。小丽小心，树要滑下去了。我的车也是，我得找个东西把它顶住。啊哈！没事了，但是我们必须快点救出猫头鹰才行。我有办法了，等等。小狐狸，这没什么啦。我想那并不是普通的猫头鹰，它应该是小狐狸的妈妈。哦，你说的对，莱德。阿奇，你救了小狐狸跟他妈妈。你好，狐狸妈妈。各位先生、女士、男孩、女孩、大狗跟小狗们。马戏团的扎营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的，狗狗们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怎么样，莱德？太棒了，快打起来吧！祝我的运来了。我的洞钻好了，阿奇，你的绞盘钩，绞盘钩马上就来。好的，阿奇，拉起帐篷，我要拉了。太棒了，现在只差旗子了。我们早就想到了，甜甜。
行了，高空秋千架好了。我最爱跷跷板表演了。我也是。你们应该工作才对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有一个掉下去，立刻就会被抬飞在空中。等等，露马！莱多，谢谢。对啊，谢谢。转来转去，转得我头都晕了。原来火车朝小曼开过去了。放心吧，莱德，我会拦住他的。欢迎机，猴子，请注意，请把货车开离轨道。我说，请放。糟了，立刻切换成自动驾驶。哇哦，莱德，你时间抓得刚刚好。谢了，阿奇。小曼过来拿香蕉的时候，就用网子抓住它。嗨，小曼，快来吃好吃的香蕉哦！准备好，阿奇。动手，网子。中了，这招没用。抱歉，莱德。收起网子。我的沙滩车。